大出版中心与诚品书店合办的讲座，装帧设计如何为书籍说话，从西野家章中好谈起。很荣幸今天我们邀请到作家傅振峰老师以及平面设计师胡子清先生来跟我们分享台大出版中心的新书《装订筒》。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两位老师。右边这一本是那个之前他在玄风社出的版本，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 我翻拍那个一个内页宽裕的这个书封，它是一个书盒，然后书盒抽起来是里面就是书的本身，然后他是说这一本其实都是活字印刷，就是不是那个等于就是都是手工排版亲自，所以他自己再买好像也没办法再买，因为这个系统连日本现在也不一定那纸那么普遍了这样，然后就是从就看到这个就想到，因为这个之前我就有看过，就是就觉得可以比较一下，这个是他是企业的设计做的，然后前面这个就是他自己做的。然后我第一个会讲那个就是用台本开本的感觉，还没有讲到几个就是历史中间是有版台前转折是四种地方然后是讲的，其实它的目的不是这样，或者是抓一些我比较感觉的内容，他们是日式中间就是比较传统的，所以他们就是感觉这些都是盛装束的，整个是软的，然后用线把它们侧缝起来，就是这个就跟东方中国的那个线装束是差不多的。他们最早从那个，就是他们最早是从高开始做的，然后你看那个比较早的线装束的那个图片嘛，几乎都是字嘛，然后就开始用图案，就是用图案。使用线装书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它是一本这个时候就开始用这样，就是从线装书嘛，然后这个是有图案的，然后这一本是它是更名再版，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它也有一本书卖完之后它只能换版本再出，然后它从一个这个版本换到这个版本，然后左边右边那个就是书法嘛，然后左边这个其实它是整个是那个整个是石刻版画，就是整个用法它是一样的，然后这个四六版哦，就是他们那时候蛮流行的一个版本，那这个版本哦其实就是13×19大概是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其实现在蛮流行的，就是一般我们拿到书通常是25排嘛，那23×25是21×15，就一般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小说啊散文，那这个46版接近13×19，其实是当初他们觉得蛮模的一种版本，对，啊就是说我发觉，这个他们觉得这个尺寸的感觉其实跟现在
有些书我们不做的是五开，做是三十九，是什么？其实还蛮接近的。对。然后这个南京庄正其实蛮，我那时候听看到里面讲，我觉得很好奇。这样，后来原来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蛮那个转变还蛮蛮关键，蛮值得提的。就是说，他的右边会有一个布，然后右面一个，然后封。封面和封底其实里面是很像黄色的瓦楞纸，然后叫表纸，然后那个背用那个就是用那个布这样粘起来。其实它并不是完全的精装书，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西洋画其实有真的皮革做的精装书，可是日本是有发展出这个这样他们叫做南京庄正的系统。对，然后其实如果我们直到现在，其实很多书还是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这边是讲那个开篇，所以我会用功能性的介绍会讲得很快一点。像这个就是，它是展开，就真的是西式的装订本，就是它是布面的那个，里面也是那个纸板，然后它是那个就是用精装的方式，然后这个是它的字是黑色。那那个图案其实是银色，不过那个酒呢会有点变灰色的，这样。那时候我觉得它里面常常用的其实是摩根，这个其实应该就是摩根啊，就是那时候西洋应该是那个，对，就是其实是他们那时候叫现代感，就是刚开始这个字眼发明不够久，他们就觉得很多东西用摩根这样。对，等一下就去。这个其实这个字蛮关键的，然后他们也有做这种细长版的，是很多是诗集，但是其实很像黄金啊，所以这样版本还不小，就是说他们那时候会开发很多种版本的。然后这个也是细长版。第二部分就是讲一些材料，还有风格，还有一些流派这样子。前面我就是开头，前面我就讲轮廓。像这件来的封面，其实它整个都是版画做的，就是它也没有分什么书名图案啊，就是整个是，因为就是明治时代他们有一些画艺术会的那些技术都还在。就流传下来，所以他们可以整个用，不是为了功法，而不是其实是绘画，就直接去印一段景色啊、陶色啊，直接去印的版画，所以其实会有完全就是工艺的技术在里面，对，那就会形成一个很像比较绘画性的雕琢的风格。那这个。这个是蛮有趣，因为其实它右边那本叫《剧场犯罪》嘛，它其实它是在讲那个里面其实是翻译小说，所以里面是在讲西洋人。那他日本翻译出来之后，他画两个女孩子，故意把它画的有点说有点像西洋人。那这种感觉，我觉得后来看那个。不可思议的格林会展还是什么，就是现代的，他们也会有那个传统，就是把西洋文化的感觉，变成某种可以辨识的一个风格，这样其实就很早时他们就有了，就是说一个女性的图案的东西，一个是不是很东方的，还有一种其实他可以直接用西方的品质挪移到日本的这个方面的脉络里面，而且可以接受，不会觉得说怪这样子。那他们那时候有游戏，就是单一的时候，就是可能用一色印。那刚好这一本我刚好我有这样，我就可以给他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他们有些东西就是能够翻书就可以看到里面，其实有些是用一个颜色来做所有的，就是色彩没有色彩，只有黑色这样子。其实这个也是单色，但是因为
你们可能比较看不出，其实它有点藏青色的感觉。然后，它里面也是说它是要营造一个比较摩登的感觉的，而且不是多轮的色彩，是一色一色的一个想法。那它里面有一个第三个书目来讲讲，就是那时候比较是社会主义啊，比较左派那种。对，所以每幅画我常常会用镰刀啊、斧头啊，及苏联啊，或者农民崛起、农工，或者是比如说模仿列宁啊、毛泽东那种强人的姿态或是轮廓。但是像苏联，他这个其实后来有点跟八号是有点结构主义有点像，然后他这个拼这样的拼接风格，其实后来像日本的横野忠则，其实还有也有类似做过类似这种的，他会用那个很强大的对角线的东西啊，构成一个很放射性的一个很大的结构，而且这个像那个如果是大陆有一个叫波普风嘛，其实就是波普风。但那时候大陆很多艺术家是用针织机器来做，那有一阵子还挺流行的。其实那就是，然后是这本里面他是说，里面的素描风格发展到很像，这在全世界里面来讲是很奇怪，是很独特的一个事情。这样，就是他们接受的很直接。那他这个是比较，这个风格也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我在挑一些我比较有感觉的风格，就是说，他自己很像绘画，这立体派其实是比较像有时间感或是立体的表述那种感觉，所以他的那个字体啊、画面的那个安排其实都很绘画性这样，然后色彩也。用的都蛮纯粹，其实田中刚田老中这个，我看看，其实他有一些本，他们有组一个艺术团体啊，然后那个团体其实是做蛮活跃，然后其实是他们在其实在搞艺术的，然后他们很多的能量就是拿来做书的装帧这样，然后这个也是他们作品，就是说。其实这应该是那个正反面的展台啦，左边是，应该是左边是真空才对，所以其实是以这样来看，他们根本就是说他不在乎别人到底有没有读书输赢，对，对，这个逻辑让我想到那个，做剧场杂志那个谁。就是他都把字乱打啊，然后拼起来，剧场来的，那个出发点有点像，就是说，他做的东西本来是说明的辨识度应该是不可避免的要求，就是联想都不用想。可是其实他们那时候就是说，他已经知道书的内容了，所以他就是说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那我做出来之后，我并没有把说明让人家需要辨识方便的。对啊，刚刚那个就是方华城是吧？对，方华城对，就他们有一个情怀有点像，这样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强烈要表达的东西。那他要表达之后，他不在乎说你能不能辨识得出来，可是其实是说实在，那最后还是几乎都可以辨识得出来，你可以读到说哦，下面是作者。主要是因为他是日文啊，如果他全部是因为日文不是完全懂啊，如果是汉字，你可能会知道用去连接，下面是作者，那上面那个就是日文，还有是平假名、片假名的组合在加，对，然后这两个后面也有点像那种感觉，就是说，尤其是上面那个，就是他不在乎书名会不会被看到的。而且他就是用拼，就是上面是很清楚的，就是文字跟图案的拼贴，下面其实也是，
那下面那个书名还比较清楚一点，不过就是那个意图还蛮明显的，就是他把整个当画面，图案跟文字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好，然后这边是这几章其实他提前提到，就是说在那个明治江户时代，很少会用单一色彩做一个主要的梗这样，因为纯色比较是现代的东西，有时候坏什么是慢慢注意到色彩。他那个时候会用单色，他觉得这个作者也觉得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他右边那本因为书不是紫，所以紫色，然后这本是一个铁杆子，它是绿色。那现在我们可能看你觉得也还好，可是你想想看，就是说，他那时候就是只有打书名那个色彩嘛，所以其实他很清楚，他就是要一个颜色来讲一个东西，然后下面这本其实是叫《银记》这个诗集啊，它有一些应该久了有点褪色，我记得它好像是有一个线条什么，就是里面很多都是银色这样，那这个就是在讲色彩，那这个也蛮有趣，这个就跟金属有关系，就是上面那一本，左下那边其实是碳银，然后下面这本时间是很广义的，它的主题是时钟，时机就是时钟，然后，右边那个是书盒，然后左边这个是书嘛，那书它是上下贴一个底板那个东西，然后那个再贴一个黑色的东西这样，所以里面他就讲说，其实当初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因为很多人也很多人在讨论，而且说书应该是温暖的，那变成冰的时候其实是会很奇怪这样，对，但是我是觉得他这两本书他对材质的想法其实是很有趣的，对，然后这个右边那本其实它是应该也是一个诗集吧，然后特色是那个它封面有彩角，彩角，然后加一个书背是有封面的。那左边它其实是书盒加上书，那它书盒一层往上来裁掉一个角，所以书放进去的时候，那个书盒的右上角就会出现下面这一本的右上角的这个线条，其实是这样的设计，你想想看，结合起来后，其实也蛮现代的。就是你拿到现代的东西来看，你不会觉得是说，也可以被流行这样子。那这个很清楚，就是说到那个欧洲海报版画那里，我都会看，我是说那个，对录像那个的效果这样，然后。这种感觉后来有些文学杂志也一直用，就是这样的风格。等一下就去跟老师讲。然后后来我会提到一些，就是它里面难度提到一些仿真家。所以像这个是红叶，他是说他是很清明显的江户时代的那个表达江户精神的。所以有些东西你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它可能比较像江户的文饰啊，或是它的布料，还有一些比较像禅刀之类的那种感觉。那这个五页那里面评价也蛮高的。那从提到。这些作家，然后那时候我看觉得说，他上面封底他用来做，所以有些封底其实也不像封底，就是那种感觉跟我有时候平常，有时甚至我就觉得自己做一些封底来做封面，其实感觉可能也不错，那种感觉。这个是里面的，然后。这个企业家他提到五页，他认为他是那个时候很重视完整性，
就是说，而且是意思就是说，这个装帧加不认为说封面才是装帧的部分，就是装帧那是全部，所以包括蝴蝶叶啊、蝴蝶叶内纹啊，啊怎么翻的完全，甚至是衬纸的颜色啊，所有东西加起来，包括阅读，这个所有的东西才叫那个装帧这样子。然后他会因为他这个想法，他会去关照这所有的这个过程。对，那这个主角莫奈其实就是很有名的，他们说很传奇的一个绘画还有装帧的一个作家这样。然后他里面也把他这个地位给他一个很高的地位。然后那主角莫奈下面这个蛮有意思的，这个是说。他叫恋爱物语，恋爱密码，他其实就是越南语。然后女的这边有多个字，下面有一点很尖锐的，很像荆棘或是头发之类的造型。上面是树荫，下面是内缝，这样。然后这样，因为之前我看《煮酒梦》，感觉就觉得他很柔软，然后很有丰富的层次感跟情感。可是后来。我听他讲这个，才知道说木乃伊还有也有受到像一些像德国那种就是那种表现主义那种影响，就是说他又很那个硬派的那一面，对，所以我觉得那一面可能就是呈现在一些乍看起来是柔软，但是里面有一些轮廓或是说一些线条文字的用法，其实是非日本的，就是不完全是日本的，那他才能在，因为他如果只是侍女主的话，他可能不会有那么高的地位。比如说左边那个女的在椅子前面嘛，他这个透视的感觉已经不是普通的那个夕阳东方水墨的感觉，其实他有一点夕阳透视，所以变成是说人跟景之间其实是有。是产生内容的，然后有一些人的内容就会跟文字的内容产生的对话。那这文字同时代他们有很多人做嘛，但是我是觉得他像这边就比较传统的表现，他把这个做到很极致，就是比较很服饰会很华丽，可是他有一些可以做到。就是表达出一些属于他个人的特色出来，这样。尤其是整件。那这个森田泰也是作者最后评价蛮高的一个作品，其实他是很西化这样。那依照这个逻辑来看，其实很多东西它都是用西文。那时候的西文主角用，其实跟我们现在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书也喜欢用西文直接用，因为我觉得那个符号更快速、更可以被辨识，就是这个认同的想要达到的点，其实是很久以前时代已经这样做过。比如说，他直接把整个西洋字跑满了，他就是全部没有别的讯息，只有说。只有一种很西式的字体，而是手写字的做法。那其实你看最右边那个，就跟黄华成那时候说，那个剧场杂志也是封底哦，他就说剧场杂志地址是真的，可是那会变成单调无聊，可能人家甚至不需要纸本，所以你就是要把它去让它变成艺术品，你要去体验嘛。那个人说从纸啊。材料啊，装点啊，等等，你要让人家去好奇，或者是困惑，或者是说产生一个思想环节，那这个就是提问。所以我是觉得这两个还蛮有趣的。对，然后因为这里面讲的都是历史的关系这样，然后昨天我比较大概三个区块的地区哦，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像香港，他们可以说是比较不会犯错，
然后大陆可以说比较耐看，台湾其实比较传统。为什么呢？因为香港其实不是很大轮廓来讲，因为香港其实他们其实整个系统比较严谨，从他们做设计好像很在比较像在做市场。然后大陆其实他们本身跟土地的文化连接其实很直接，他们直接连接。像我们是比较混血，所以我们会比较，我们这边做的事情真的非常的自由。比如说很多大陆的那个设计师就是说，他一直想要做直排，因为大陆书全部是横排，他们是规定所有的书都是横的，所以看书也比较正。所以他一直想要做纸的，对，啊，对我们来讲说有那么难，或者说为什么都很难，是他们就是这样，但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材料啊，还有人，还有题材，还有中外人是读者哦，可以一直，他们小众可以非常多，可以可以开发这样，啊，所以变成他们那边其实是那感觉就是，虽然他们有他们的限制，但是他们用的都有点，台湾是比较真的就很多元的，比如说，就是昨天去那个去的就是我跟聂永真就放了很多那个关于同志的书啊什么什么，那时候我就先问他说。你说这个书人被在大陆抓是不行，跟身体议题有关系的肯定不行。你要进去，除非你要变成外文书，然后直接用外文书的方式，就是进口这样。对，可是，他就是我觉得那个议题陈述，我觉得其实就蛮好的。然后我要放一个，我一直觉得我放了，因为我也做不到会怎样，那其实不会怎样，但是。很多东西对于那个这种自由的感觉，对于那个刀来讲，其实就比较不会发生。第一个，它不会有身体，不会有身探讨身体，整体除了艺术那一块以外，比较不会。然后政治也不会。而且香港是因为他们做的都非常严谨。对，我是说，我那时候自己的觉得就是说。台湾这边是很有创意，但是深化比较难，因为我们比较是混血的，不是直接混到的。对，大概跟大家分享这些。成品也有啊，是长条形的。那么这种系列呢，我觉得那时候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三浦康平设计。那么在当时呢，其实在台湾也蛮新鲜，在当时日本这种新书系列方面特别好，它有书名，还有作者，还有最重要就有文案。然后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书背跟一般的设计不一样，其实在西方也很少看到这种，它把它分成六段，所以这边的图片跑出来。所以那个熊叔每次呢出那个三浦康平的作品集里面那个对话，他有谈到这个是他的创意。那我觉得在刚刚主题有聊到，在日本呢去做装帧设计呢，非常有趣啊，而且很多人非常支持。然后到现在还有很多那种专门的纸做纸的工厂在研发一些新的材料。那么三浦康平那时候
运气很好，就刚好有一个资本家支持他，然后开有一家叫工作室，有一本杂志叫游戏的游。那三浦康平非常强调说，做杂志呢是有一个特色，就是每个月好像拜神一样，出版那天就是在拜神啊，所以他每个月都很兴奋，所以他的后面就弄得很像那在拜神啊。所以我说他的样子只有李光头还有刘胡须，有点像那个道教的那种赛功啊。他其实有来过台湾访问，就国立书展有请他来做评审，就是台湾第一个在国立书展交流。可是呢，之前呢，还有一个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其实他在90年代初期又来过。这个人是在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极简风格的一个设计师啊，那个叫极地信利，奇花的天地的地啊，信利就信利路的信利，然后。他这个很大胆，你看这边都没有字，你看书名跟作者在这里，然后我稍微靠近一点。哦，这个是他的自传，就是你看他这种形状呢，这种格子，这种那个叫什么圆形，椭圆形或怪圆形呢，你看也蛮特别，因为他的纸都蛮特别，所以我们在日本做设计，有时候他们那个纸呢，真的可以也省了一道工啊，你去挑纸呢。强调说纸也是一种表现。好，那这些设计师呢，还有另外一个呢，也非常有名，就是三浦康平的徒弟，叫松田行政。其实他国际书展也有来访问过，然后他每次开新书发表会，跟这种形式不太一样，就是用乐团，就热门乐团在那边谈到。然后他说，装置设计是一种游戏啊，给你看，喜欢搞对，现在台湾好像也有对，这边画一下对，然后画一下，颜色也不一样，对。那最近有一本好像翻来翻去，那个一个人会跑来跑去，好像那个写人到动画。那么我一开始先讲这些，主要是说把这些东西呢，这些封面呢，设计装置设计跟它区别一样。那么像松田行政跟极地信利呢，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们是所谓安保世代，1960年代安保斗争就是在街头抗争了。他们那时候呢，其实一开始就画那个抗争的海报，就是抗议这个政府，美国跟日本签订这个安保条约啊。所以那时候很多大学生其实根本没有在上课，所以他们画海报。所以像松田行政、极地信利，他们就是以前就搞这些出身。像刚刚直接提到横尾忠子也是，都60年代的产物。那么他们有时候画一些小剧场海报，横尾忠子也帮四三修斯呢那个小剧场画海报。那么。我刚刚给大家看这些作品呢，主要是凸显这一本书的特色。因为我们台湾呢接受日本的一些影响，或是相互交流呢，其实就少了我们今天这一块。所以刚刚子欣有把一些图片都呈现出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本书的特色，第一点，它呈现的是。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啊，就是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20世纪初期呢，我们所谓的东京摩登啊，东京摩登就是电气化，那个以前卖和服的那种店呢，改装成百货公司，就是三叶百货公司啊。大家如果有机会呢，到银座那个三叶呢百货公司最顶楼。还有一层在卖和服的，那和服其实跟设计有关系啊，对，和服的颜色、和服的图案、和服的花朵呢，其实有影响了这个日本的这些装置设计。好，那么我会看到这个时代呢，其实已经西化了好几十年了。那么如果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日本历史，就是1853年日本。美国的东印度舰队的这个船长呢，贝里呢，开了3条黑船来日本，要日本船开关，就是要他怎么样，开放门户，不然就跑过去了，后来就开放门户了，对。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西化一开始比较强调在政治、外交跟军事啊，所以这些美术设计呢，反而在明治末年才慢慢滑下，对1868年明治维新到，你看到19世纪末期才慢慢滑下。那有一些呢，
一些没有出过国的画家，像竹久梦二啊，还有他的徒弟这个恩地孝四郎呢，那他们就是看了这些画展，可能受到很大的冲击啊。所以日本呢，他当时呢，就是站在这种东西文化的交流中心呢，就是、他们就怎么样呢，受到很深的这个影响啊。那么当时呢，就是有很多种，等一下我再秀给大家看。那刚刚有一部分就忘记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看看，你看到日本刚刚直接秀的那些图片呢，你看到很多颜色呢，其实很多是怎么样呢？很多那种传统的那种颜色呢，其实有影响到这个日本后面自己，加上他们怎么跟西方的这个交流，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黑色也影响。最近如果大家看到行人出版社出一本《我的炸弹三本药师》啊，就三本药师的那个自传，那一本其实就是我恐怕是在日本设计的，因为他们规定很严格，就是日本严格的审查。那么1980呢，跟川久保玲，三本药师跟川久保玲。就带领这个黑色革命，但他们黑色是好几种层次的，所以那一本的黑色，大家如果到书店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还有呢，那么有一种类似金色，我刚刚其实有秀一张那个乔火五叶的那个草盒，你看这个颜色也类似，你看他们其实那个江户传统是影响很深，还有加上刚刚跟大家讲这个。从西方的这个交流，那么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呢，英国的美术工艺运动就是那时候呢开始的。那么设计很多图案，像 William Morris， 对不对 ？William Morris， 那么最近日本也有出一些 William Morris， 图案就在成品底下那个设计那一区呢有进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怎么样呢？就是 Art Nouveau 新艺术。那时候女性的意向开始抬头了，女性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呢，开始走向户外，开始女装也变成了主流了。女装女性在艺术呢，也变成了一个什么主角，不管是海报那艺术作品。好，先第一张看一下，这个木下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时候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图像，你会看到，其实这个曲线风格，对不对？曲线跟女性意向。其实有影响到当时的后面设计。好，再看下一张。好，这一张也是怎样？你看，你先讲一些植物的意象，植物我看到有很多的嘛，弯弯曲曲的这个线条。好，接着我们再看下一张。好，这一张呢，其实大家应该蛮熟悉的，就是罗德雷克。罗德雷克呢，大家因为一天到晚这个。红毛坊，以前巴黎有一家叫穆里路，就是红毛坊。红毛坊那个跳康康舞，那么他很喜欢那些康康舞的女舞者啊，所以有时候就为他们画一些这个图或是海报。那时候海报有没有？我看到有点曲线。然后有一本书在讲黄金比例，特别推崇这个罗斯的一个黄金比例，这个视线一看呢就很精准，你看马上就投射到这里来。所以那个黄金比例很厉害，就是可以抓住这个读者的这种视线。好，我们再看一下，你看到整个那个线条开始变化很大了，你看到。那么其实这我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两个画家的作品呢，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就是当时呢有明治末年到。大正初期，就20世纪初期呢，有开了三次的画展。那么，因为有很多人画家呢，他没有出过国，所以他可以是怎么样呢？可以因为看这个画展而学到西方的这些创作跟设计的这些窍门啊，以及它的色彩。好，我们再看一下哈、哦。那么这一本书另外一个特色呢，我可以看到它。跟一般书的这个写法不太一样，一般书我们看到很多日本的装帧设计呢，它可能写的是怎么样呢？它比较属于这个一篇一篇文章，一篇一篇文章。可是它这一本呢，比较喜欢用日本这种叫术语啊，美术的术语言的语，就是一个术语一个术语来解释。那我觉得这种
分门别类的分得非常好，就是让大家呢一目了然，而且每一个术语呢就有一个故事，然后等于是弥补了刚刚我提到了，因为台湾这几年在台日的这个交流当中呢，其实有一块是什么比较缺的，这一部分呢，就我觉得这本书呢就来弥补这个这一部分的空白，我觉得，所以这本书的这个出版时机呢，我觉得会让恰到好处吧。就我也是跟这本书有缘，我记得去年上网刚好看到，它其实一开始是我在网络看的是平板式出的小本，所以我们这一本呢做的比日本的漂亮，对，因为日本那个平板式是小本，比这一本还大概是这样，稍微宽一点点。因为它出版是玄风社出的，就是刚刚主编提到，一开始是千字白板，因为千字白板现在是非常稀有的，稀有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一本出来呢，其实非常很有趣。那么这一本呢，这个作者呢，从这个封面，他强调这个封面，我刚才他比较强调这种比较简单的，没有那种华丽。那么我们看到比较华丽的作品呢。当然在里面有提到，我们现在就稍微补充一下封面，没有特别强调。好，我们看到这一张呢，这个当时呢，这个日本的一个设计师呢，他我觉得他的风格是比较华丽，他就跟夏目漱石呢合作非常愉快，这个叫巧否五叶。那么这个书呢，他帮这个夏目漱石，我们知道夏目漱石他是非常有名的日本作家，他是留学英国啊，回到东大教书，后来他又不喜欢教书，就到朝日新闻社去工作，然后从事创作小说。他比较有名的像《我是猫》啊，《索瑞卡》就是像《从今以后》之类的。那么他的东西很华丽，而且在日本的装帧历史当中呢，其实也有地位很高。记得几年前，日本有一家出版社还重新把他为夏目漱石装帧的作品全部复刻出来。啊，当然也蛮贵。那么这些书呢，其实不容易找到。我们看到很多花纹，日本呢有这种江户传统花纹，大家如果看这个歌舞伎、歌舞伎呢，有这些传统的花纹，对不对？还有家徽。那么他们又容易，他们很喜欢融合西方这些花纹，把它融合成在一起。所以呢，日本它也是因为在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呢，它找到这一块地方。所以呢，因为加上他们的语言文字，他们的文字呢有平假名、平假名、片假名都可以变成什么 ABC， 所以日本呢，他们在设计方面其实把英文、西方这个欧洲的字母呢 ABC 呢也变成他设计的一部分。那么最近城邦有出一本叫《不思议的字形》，这个人叫小林章，这个人以前设计日本的这个就是。这个平假名汉字而已，哎，后来又到英国去留学，现在在德国一家字型公司当设计总监，叫 Lion Type， 这个字型公司非常大，所以他们也把英文 ABC 这种呢当成设计的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招牌其实有都是英文的。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巧否五叶。好，接着再看一下一张，对不对？那个这个你可以看到，这其实日本传统里面。刚刚给大家看这个木下 Lotte 这些新艺术的东西，你看到整个框框，那就是受西方影响，还有这个曲线，那这个是非常有名。再看下一张，好，这本书，这个设计是蛮有名的。你看这个框框，我们以前在日本传统的设计比较少看到。好，那么那时候呢，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叫摩登时代，在二十世纪初期啊，那么非常西化。你看到这种，不管是彩石还有精装的这个作品，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永井和风的作品啊。那么永井和风呢，他非常有趣啊。最近台湾也有出一本永井和风的那个东京散步。
那么是大块粗的。那永鼎和风呢，它本身呢很喜欢江户的东西，那你看都照片串的，可是他又到美国留学，那也在华国的银行工作，他也喜欢华国，所以他写了美利坚物理跟华兰西物理。那么永鼎和风很有趣，就是在当时一个特色，就是说画家、诗人、作家他们出的作品呢，有一些作品呢是自己装帧设计，这第一点。那么这本书另外有提到什么，就是当时呢没有这种专业的装帧设计啊，就是很多都混合在一起，就画家也设计，那诗人哪有设计？所以呢有一个诗人叫，我记得叫什么，比较忘记他名，他是强调是说什么，这个作者呢如果清楚设计也有他的特色，因为作者最了解他自己的这个内容啊。好，所以这一本不是永鼎和风设计，跟他自己设计过他的作品，这样子啊。那么除了这个作者的设计，其实有一些故事啊，大家如果上网回去查一下，村上春树的挪威森林不是那个小馆啊，精装的，就是有点像那个耶诞节那个颜色，就红色跟绿色上下两本，那个是村上春树设计。那一开始呢，村上拿书给编辑说，哎，这个怎么设计啊，把作品看看，那个编辑就怪红的，可是村上还有压力，因为刚好怪耶诞节，那那个红底绿色字，下册是绿底红字，就耶诞节的那个味道。所以后来呢编辑勉强答应，因为那书大卖了，编辑也没话讲，对不对？因为台湾其实很多出版社会有一些台大出版中心除外，外面说商业出版社，就是一开始这个也把设计书整得很惨哦，已经交了七八张后面，最后一张定案，然后出去呢，本来以为卖得好，卖得不好就开始怪后面，其实很多设计师很紧接高压，这当时也是把人家改了七八次，好。村上隆有一本书叫《无限透明的蓝》，那也是他设计。因为村上隆他念武藏野美术大学的这个美术系，所以在日本呢有一个，其实也有很多这种例子，比如说作者他会亲自设计。可是在这本书提到的这个年代呢，其实有很多是怎么样呢？就是他界限没有那么清楚啊。那么我记得台湾在早期八零年代，其实也没有，对不对？八零代的话就是画家那画，还有黄花城以前应该也是画家，摄影，对对，以前那个岩井出版社也有写那个方面，那个苏东坡传那个还是蛮浓，还有对。好，所以呢，这个很有趣，就在这里。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哈、哦。好，这个小狗爷，我刚刚给大家看这个纹路哈、哦，这个其实还。最近那个气候，天文有一套什么像单层，对，你看这个从那时候还影响到现在，因为那一套还没有。我看朱清，比最近的魏延有一点反正色色的，对。好，那再下一张我们看一下，对，那这个有点表现主义的，提供一些符号图像来这个来设计。那这个人叫恩地孝治郎，这个人比。其实跟乔果爷算在日本的装帧设计呢，是留下很高的地位。那么因为他本身呢活了比较久，他1891年到1955年，就等于是在战后，所以他留下了这多，我看这个书还是很新的资料，就也设计了在800本的封面，800多封面。那他比较运气比较好，就是他。这样做给他有拜过持久梦二当老师啊，从那边写到很多东西。那刚好持久梦二呢也给他机会来设计，持久梦二呢就是比较坚持他自己设计，可是他有一些作品是由恩地孝治郎来设计。那这个人风格变化比较大，我们看到其他作品，好，看到这个几乎因为有点鲍豪斯跟阿菲果的那种味道出来了。好，接着再看。好，这个有一点，看来是说那个欧
洲的这个花纹，这个看到有一些土壤就没看到的欧洲的这个花纹，还有你看曲线，一看就知道说这个当时欧洲的。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我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日本呢，虽然在明治末年呢，末期跟大正初期，他有受到西方影响，可是他们也有去影响外国，特别是英国跟法国。那么大家如果看过印象派的一些图像，像莫内，他就有画过这个什么模特，他请他太太当模特画这个什么，他太太穿和服的。对，和服呢，那时候在法国其实有影响力。英国呢，有一家百货公司叫 Liberty 百货公司呢。他就是进口日本的和服，在卖和服，后来还做这个室内服，把和服改装。大家如果看到欧洲电影，有一些像女主角啊，有时候穿这种室内服，其实就是日本的这个影响。所以大家呢，如果要了解日本呢，其实这种传统的这种图案跟颜色呢，其实不是很重要。好，我再看下一张。好，这一张呢，就是北岩白秋，白色的白，秋天的秋。那么那时候呢，就是刚好他弟弟开出版社，那叫 ARS 就大电文 ARS 就艺术出版社嘛，对吧？他引出一套先机，就是恩地肖斯老师，你要看到这一张。好，这个框框其实就是有点不错，你看豪华版哦，绚烂哦，这个那时候广告很大哦，上路很华丽。那这一张当然这个颜色没有那么清楚，我看到下一张就很清楚。好，这个你看，欧洲味道很强。好，再看第二张，这一张是我从一个杂志拍下的，因为我这个书里面就是，所以它的风格呢变化非常大。好，好，我们看到再看第二张。好，那么这一张呢？这一张我们最近台湾有出这个名义像嘛，有中叶，对不对？它所以。看到那时候设计师的界限没有那么清楚，名艺家也设计这个精装版的后面，这个比较像日本的那种家徽那种味道画的出来。好，看到下一张，好，这个是内页哈，我觉得这个比较熟悉哈，欧洲的这个影响。好，我们看到下一页，好，日本人喜欢这种好的这种描述起来类，对不对？里面有家。然后有时候你到旧书店去看，日本有一些二手书店还喜欢把比较珍贵的书用这个包，用这种纸包起来。好，接着我们再看下一张。啊，没有了。好。那么非常高兴能够。那么我还是特别强调哈、哦。这一本真的是弥补了近二十几年来台日这个装帧设计交流的一个空白啊，对吧？一出来你看就很轰动。我记得两年前来这个地方演讲呢，才五个人来听而已。你看，懂这个我吓一跳，而且外面又下大雨，所以这个真的感谢台大出版中心，还要感谢各位这个热情的这个读者听众们。那也非常高兴能够跟子清一起这个同台，十几年前他帮我设计时尚考，也算大卖。黄子清老师还有一点想要跟所有的读者分享，那我们再。就是说我看完这些书里的感觉，就是他们那种做书就有一种时间，就是他们说做完书就是完成的。但现在做书哦，就是我还没做完时，我正在想啊，我正在想这本书怎么宣传，别人会怎么看它，而这个是差很多的。所以看他们说做的时候，不用想太多，因为他自己还没有看到书，他就是把它完成。所以呢，东西会很纯粹，而且会有一种。
比较没有办法取代的情感。那跟现在整个时空，出版的结构，通路出版社作者设计，编辑之间的关系，当然是不大一样，只是觉得这种比较也蛮有趣的。然后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比较现在哦，现在常常会有时候做一本书要，会要求说它要好卖，要像商品，都会朝着好卖商品前进，然后就去想说怎样是好卖，商品的价值是什么，然后那种方向其实是这种好卖，有一点点跟好设计是相反的，就是有一点这个逻辑嘛，就是说有时候觉得一直说现在的逻辑气质跟好卖是两个方向，所以就会变成是说，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其实换个角度想，说就是以前的东西其实很纯粹，它完全没有用再用形象的方式再强化一遍，但是以商品度来看，它有些东西反而放到现在反而很好消费，因为它很纯粹，就像是某些文创的东西，它就是要做，就是要做那个时期的东西，它就是说把这东西很简单的提炼出来，然后就完成，它也不用说，之前做了很庞大的市场跟产品区隔啊，或者是读者群或者是怎么样，当然是因为现在的分工很细，不大可能说用以前那个逻辑去运作，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我是说，以书本身吸引人家的感觉来讲，我也有点这种感觉，所以跟大家分享，谢谢。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啊，我们最后可以开放一个问题，让读者对这两位老师发问。在 PPT 上面有看到，就是书背后面那个分隔区上面有写一个叫蝴蝶本，那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它是版式的一种吗？还是蝴蝶叶？沈东老师以及陈志伟老师带来宝岛回响曲的分享，然后欢迎读者去来参加，谢谢大家。